朋友很喜欢动物的呢？我养了一只猫，然后应该说我养了很多只猫，但是其中一只猫非常的特别，它会每天只要我一开店门，然后就会在门口等着我带着它去散步。然后我今天早上在这边现场也有看到有一位朋友也是带着一只猫在他的肩膀上就来逛夏威夷文化局，我觉得很有趣。那接下来这一个作品呢，是我自己的写的歌，就是写给我的猫，叫做妞妞。谢谢，谢谢大家。那接下来我继续邀请我的伙伴立维一起上。